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。最近有很多粉丝问小强说，伐木工该怎么玩，怎么赚金条？小强也是玩了两个月的伐木工，那现在就来跟大家说说，小强平时是怎么玩伐木工的。首先，每天的执勤点都要做满，熟练度大部分都是在执勤宝箱里获取的。小强平时都是把执勤点做到400左右。你这也太勤奋了吧，估计没几个人能像你这么拼。做不到400也没关系，小强推荐小伙伴们做到160就可以了。日程做完以后，就换上一身采集甲。多带一点食物和斧头去红山镇砍树。为什么一定要去红山镇呢？其他地图都有站点，想要支援打打副本就行了。只有红山镇没有开放副本，这里的资源还需要自己手动采集，相对来说会更好卖一点。而且小强发现，在红山镇桑叶这个物质能烧出很多的纳米二材料。别的地图不能烧出纳米二材料吗？小强记得海岛的长根是最小气的，是一点纳米二都不给，其他地图就算能烧也烧得特别少。现在小强想钻研武器就得花好多的纳米二，看来看去伐木工也就桑叶和松果是烧纳米二最多的资源了。说到松果，你上次说它是用来捣金条的，还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，说每天只能买10棵树，一年不可能弄20万金条。看来小伙伴还没有理解清楚，咱们虽然每天只能买10棵松树苗，但是咱们可以先存起来，有同居的帮忙，每天最多收24棵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小强看了兴趣13钻以上的还是比较少，松果在咱们区还是挺畅销的，小伙伴们还是要看看自己区的物价来定。那小杨现在就把家里种的松树全给收了，看能够收获多少松果。你收这么多松果是准备卖了还是准备烧纳米呀？小杨现在太缺纳米了，准备把这些松果全部烧成纳米，也不知道能烧出多少的纳米。2000 years later。 好了，砍完所有的松树，再加上小强之前损的足足有3000个松果了，咱们现在就拿去烧纳米材料。一个机器烧得太慢了，咱们拿3个机器一起烧，烧了5个多小时了，主要是全烧完了。咱们赶紧来素材器看能获取多少的纳米材料。看完3个素材器，加起来差不多有68000个纳米1和22000个纳米2。既然获得这么多的纳米材料，那小强又可以来钻研一波 KS 狙了，争取能够早日把它升到4星。我去，才升了一级，想着纳米材料又用完了，果然一到钻研的时候就发现纳米材料是一点也不够用啊。看来小强还得接着干桑叶和松果了。小伙伴们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获得纳米材料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